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热衷于这个抢空投，那么你们有没有像这样见到过两个空投同时掉下来的情况呢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播就是非常的幸运，这已经是最后的这个决赛圈了，还有十个人，他居然直接遇到两个空投箱贴脸落了下来，这是什么样的运气啊？这难道就是传说当中的星月会员五？他先是捡了第一个空投，里边有 M24， 然后还有这个倍镜等等，然后接下来再跳到这个箱子上面捡这第二个空投，第二个空投也还是不错的，有这个倍镜，然后还有医疗箱。真的不得不感叹一下，人与人的运气真的不一样，像乔巴连这种贴脸的空投箱都没有遇到过，而这个主播竟然遇到同时掉下两个空投。喜欢我们视频的